家好，医生好，大家一起把它干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姚谦老师有没有办法？姚谦老师，姚谦老师，哇，有一种饮鸩止渴的感觉。哎呀，怎么样？什么味道？苦啊，苦中无法作乐。你提供的是苦茶，苦茶。哇，这个哇，这个会逗 Q 的嘞哈，苦茶。为什么会有苦茶？因为我要唱的这首歌曲，其实就是代表着女人，的一个等待着某一个爱，然后可是等不到的一个苦楚。哦，这么的苦。好，小林老师，你喝了以后怎样？我刚刚哄他说苦完会有股香草的甘味，他就骗了，结果就喝了，真的太苦。那这个麻烦你了，把大家带到精神上那个苦茶的境界，好不好？妮蔻今天要唱的就是《问》这首歌，掌声欢迎他。谢。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抱在怀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她最后永远天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谢谢赖松凤的演唱。在这首歌里面呢，有请小胖老师奖品。哦，这个妮蔻很厉害哦，几乎在唱的同时情感都还是有所压抑哦，一定要撑到最后。你哭什么，赖松凤？你这样问很没有感情。对不起，因为就说你为什么而哭。是你为什么而哭？因为我觉得女人就是很伟大。女人真的很伟大，我知道。就是不管在什么阶段的女人，就是不管是妈妈还是姐姐，因为我家里就是比较多女生，然后我妈是高龄产妇，但是家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比较穷，然后我知道她以前怎么挨过来，是，然后也是包括姐姐怎么自己半工读，一直读到大学，所以我知道女生是很需要被疼，可是。就是爱是他的一个灵魂，不管他再怎么样苦，可能他就是为了爱，他愿意付出
什么都愿意付出。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做了功课，所以非常进入这个歌词啊。是，那小布朗斯还不了解女人有多伟大了哈。对不起哦，刚才的确哦、问的太直接了。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，原唱陈淑华、李宗盛，然后静茹也翻唱。你把这个这首歌唱得很有自己的味道，这是你最好的这一面，请你继续保持，恭喜你。好，马上来看一看赖松凤这一站的成绩，请评审按灯。赖松凤 Nicole 演唱的《问》得到的分数是22、23、24分，非常高的分数，恭喜过关。这个赖松凤这样子也算是很专业，他其实对这首歌不是没有感情，不是没有做功课，可是他把它压到最后才哭出来，在这边也恭喜你拿到门票啦，谢谢。